小彤，张博在吗？嗯，张博去进货了，晚一点回来。那怎么约我这个时间啊？小彤，还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嘿，嘉祥哥你也来了呀？苏毅也在。既然张博不在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嗯，其他的我都做完了，就差给小黑洗澡了。那我去吧。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的手不能沾水。那你帮我把水管拿上，小黑喜欢在外面洗。乖乖乖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还是回房里待着去吧，这里不适合你来弄。李总这是在干嘛？日理万机的，快回公司去吧，别耽误了您工作。你在讽刺我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，让李总干这种粗活真是难为你。其实是我难为你了。你想说什么我知道。思燕，其实就是用罗曼尼试探我呗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生气，你不在乎。哎，我打沐浴露呢，别冲那么多水，认真点好不好？你认真点好不好啊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他一来我就知道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吃醋，还特意从办公室跑出去，你演我。我演技怎么样？感觉是比你俩好。什么？你俩骗我那么久，我才套你们这么一小会儿都不行。套了我一会儿啊，看来还是我的戏更好一些。哎，给你，我不懂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把你受伤的时候举起来。你连代言人都没有，曼妮叫停提案没有错。代言人我不但有，他还拿过国际大奖。清熟的气质，传奇的经历，非常贴合李氏品牌。这么大牌，你确定吗？这一点毋庸置疑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。档期呢？已经谈好了。很好。本来我还有一个备选，但现在看来用不上。一。但你要记得，最后提案的时候，爷爷会来。那我赶紧去准备了。爷爷，你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？对了，还有罗曼妮啊，你说他到底是为了工作，还是故意刁难我？其实曼妮她……你不用解释，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夏天姐，你们认识啊？夏天姐，你怎么回国都不让我去接你啊？我提前过来给你个惊喜啊！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他亲姐姐呢。苏怡本来就是我妹妹，不能是弟妹吗？有故事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你猜。秘密。
你们聊，我接电话。真的谢谢你，夏天姐。他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傻丫头。对了，姐，你怎么提前回国了？嘉盛叫我回来的呀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他说的候选人也是你啊。你看，你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哎，姐，那你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？我们一起吃饭吧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。如果当年不是你教我化妆，我怎么可能会有现在这副样子？苏怡，你现在变得越来越好，都是你自己的力量。我呢，最多算是一个见证者。夏天姐，别这么说。哎呀，好啦，今天没有办法一起吃饭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回趟家，咱们改天再约吧。今天雪姬大家想去哪儿啊？啊？去。李总，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？我是有事找你，但你也不用这么严肃吧。脸又没人看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他叫嘉一，抑郁是李嘉尚和苏一。无论以后你提什么要求，我都能答应。你是不是嫌他丑啊？我为了完成他，找了个教程，一共有五个步骤，前四个步骤我都完成得很好，只有最后一个我没有完成，可能没有那么完美吧。不丑。以后我不在，就让他陪着你。没什么，相处很愉快的样子啊。傻直男，我告诉你，两人绝对吵架。不能吧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什么你都同意。听你安排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李总，我们之间还是冷静一下吧。时间把岁月追赶一场梦，从前变得行色匆匆，都还在向前走，彼此却没有了肩并着肩的。嘉一，我收下了，但我们之后保持同事关系，不要再为私人的事情把我叫过来。希望李总能够同意。不约而同，言不由衷。加油，李总，加油！加油！观众，散场的拥抱有始无终。握紧我不放的固执，感受都落空。你无心一句话，就让情绪。我想和李总单独聊聊，有什么事你就在这儿说吧。一会儿爷爷还要找阿尚有事儿呢。是私事。有什么私事得逼着我呀？你忘了咱们三个大学的时候经常一起聊天呢，所以你忘了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忘呢？我们一起去看阿尚的演出，结束之后去吃拉面当宵夜，
阿尚知道我不吃虾，还细心的帮我把虾都挑了出来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那家餐馆根本就没有虾呀？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，抱歉，去趟洗手间。一定要和李嘉尚解释清楚，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的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宣布的是，李嘉尚和罗曼妮将会择日成婚。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果然只发生在童话里。啊，据说李嫂连订婚戒指都提前三个月买好了。只要你开始打。好。不可能的人，就不要再追了。这什么意思？那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其实曼妮，你不用解释，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。回来，遇到罗曼妮这样的对手，我们能怎么办？那就等李总跟罗经理订婚的事。不可能发生的事儿。李嘉尚和罗曼妮，就别说了，将会择日成婚。上车，开你不走，我给你拿药。走，我们去医院。不要走。
是啊，加上你实话和我说，你有什么事情是瞒着我的？你先休息，明天我们再谈。嗯。你是不是知道我是穆小婉？你能告诉我你和他之间的事？因为我都不记得。牛奶，你也醒了，早安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不多睡一会儿吗？你怎么做这么多啊？怎么感觉比我还低了呢？你有没有睡啊？我昨晚睡的是沙发，你的衣服我是盖着被子脱的。我又没问你这个，我衣服呢？你拿去干洗了。够了，你别盛了，我喝不完。不行，一定要全都喝光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怎么不喝？我喝过了。你汤里不会下药了吧？看来你是真的好了，他有力气跟我斗嘴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吃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走，我要去开会。不急，喝完嘛。事情你不知道吗？昨晚，这不李总也没来吗？还要等多久开始啊？是这样，我们先看看明秀的方案。我要是要看这个，我需要来这里吗？再过五分钟，这人还没到的话，这方案就不用提了。什么情况呀？不会临阵脱逃了吧？不知道。
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苏总监，请。大家好，我代表明秀来介绍一下新品推广的方案。李氏新护肤品牌主打的功能是修复。新品遮瑕提案非常好，但我依旧坚持主打修复。为什么？在座男士可能体会不到啊，但作为女人，几乎不化妆就不敢出门，甚至沦为了化妆品的奴隶，连拍照都必须要磨皮、美颜、加滤镜，毫无瑕疵到连一个毛孔都看不见。因为外界已经有太多的声音告诉女性你不够好，但李氏新品想表达的是，比起掩盖瑕疵和依赖外感，只有真正的接纳和改变，才是真的美。女性被这种社会刻板的、贴上标签的、定义过的美束缚太久了，所以我们这次推出的主题是美不被定义。每一个人的闪光时刻都应该被看到，我们鼓励社会各界年轻人晒出自己的最美时刻，晒出自己的闪耀瞬间。对所有年轻人吗？是，女性不应该被外貌所绑架，而男性也不应该藏着掖着对于外貌的追求。我相信李氏新品一定会打造一个阳光积极的品牌形象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谢谢大家可以提问了。你这个方案对很多爱化妆的女生不会觉得被冒犯到吗？不是鼓励女生不化妆，而是鼓励她们不被绑架，自由选择，只为悦己。我们李氏有很多化妆品品牌，这样是不是在搬起石头砸我们自己的脚呢？新产品定位精准且亲民，和之前的高端线产品相比，这并不冲突呀。我们主打的是修复乳，不是改头换面的神奇乳。你这个主张是在讽刺那些皮肤不好的人吗？所以我们这次推广的重点并不在于功效，在于帮助那些脸上有缺陷的人重拾自信。产品不卖功效，卖情怀，这跟卖假药有什么区别？您是在质疑李氏新产品的功效吗？我，你哪里听出我是这个意思啊？好了好了，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投票吧。我不喜欢。匿名投票，不要发表个人意见。投票结果出来了，总数应该是奇数，怎么现在是平数？还有谁没投票吗？我。罗经理，投票吧。我。我们也尽力了，怎么偏偏最后票在他手上？支持。恭喜苏总监。苏总监，恭喜你。
好了，臭弟弟，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嗯。真是摸不准罗曼尼。不重要，反正你赢了。李总，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。你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放手。我不放，是你不让我放手的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昨晚说的，你昨夜说了一整夜，叫我不要放手。你要是不记得，我重复给你听。说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我是穆小婉？你能告诉我你和他之间的事吗？我都不记得。我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当成陌生人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，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被噩梦困扰，我还知道你有多想告诉我你就是穆小婉。因为年少时喜欢你，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。我为了你跟爷爷吵架，但如今我一步一步走向你，我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。你可以相信我，可以再一次选择，我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依靠的人，还有可以值得一生等待的爱情。只怪我不懂得太爱，却失去此刻。只怪我不懂得距离像一条银河，在环游的列车，你卸下了壳，只留下了时间陪着我愚笨。只怪我不懂得距离像一条银河。